们可以把馒头还有馄饨都给弄了，不然它会浪费时间。馒头馄快，我知道你来了，然后我特地去买了生馄饨。谢谢您啊，还记着我爱吃馄饨。对。你会做馄饨吗？我会，会，我还会包。他是南京人，爱要喝馄饨，爱要辣油啊。啊，爱要辣油。我告诉你，我昨天还做了那个寿司。什么寿司？东哥做了个紫菜饭团，我做了那种三明治，什么锦鱼做了那个叫什么桃酥。啊，是吗？对的。不值一提。不值一提。根本不值一提。那个在我们做的里面简直就是九牛一毛。我现在有点饿了。啊，那去弄饭。哎呀，看这娴熟的刀工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做成什么样子。我要做茼蒿，先把蒜下进去。下一道菜，离开炸虾，秘制蘸料，醋、糖、蒜末、酱油、芝麻油。我也示意性的做一个啥吧，对吧？开始炒西红柿，放点糖。OK。东哥平时在家自己做饭吗？不做。不做。那你这些是什么时候自己学的吗？小时候没人管的时候。几岁？四五岁吧。四五岁啊？嗯。哇，那我现在开始的话，我可能。给再干到五十岁才行。我就是你这样子，你就是我以后五十岁的目标。再干到五十岁，中年阿姨的目标。我妈妈看完这个节目肯定会很欣慰的，看到我这样子。不会是更加疑惑吗？我从来没有在她面前大展我的厨艺。豆腐菠菜汤。啥意思啊？也没有勺子，拿这个吧。还是用它了。我要笑晕了。这是他的小家具。东哥。好了，吃饭。来吧，吃饭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朋友们。哎呦。